Hello，大家好，我系 Evan Kwok 啊，咁我系管理员啦，咁啊，为免咧大家咧，唔识投票嘅关系啦，咁我喺度录翻条片，教大家点样投票先。咁咧，我哋首先部电脑要开咗个 YouTube 第一步骤。咁如果大家冇呢个 Google account 咧，咁啊要登入翻啦，呢个 Google account 啦，即系自己整翻个嘅。咁嗱，咁去到呢个 YouTube 版面啦，咁咧揿去。订阅内容啦，咁啊，跟住啦，咁啊，就呢度啦，你咁样啦，咁咧你就揾翻个 KT Bus 嘅频道，或 APM Bus 咁样，系啦，咁咧就大家去社群咁样，系啦，去社群之后咧，咁呢个显示完整内容，系咪拉落啲，咁咧去呢个 Google Form 嗰度投票，系啦。因為我已經提交了回覆了，因為現在這樣的畫面，是的，是不是記得，是的，在這個，按這個 Google Link， 在這條 Channel 那裡，去投票，那就，今天呢，教大家怎樣投票呢，那麼這個畫面呢，就，那麼完成了，那麼多謝大家收看了，大家記得去投票啊。一拉嘅時間係5月18號嘅11:59啦，記得去投票啦。